最近超级火的这个海苔脆小饼干，我买这个终于到货了。这个也是咱家一个姐妹给我推荐的。你看它顶上真的是满满的海苔碎，这个料真的特别足。它是那种低温烘烤出来的，非油炸的，不油腻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特别的薄，酥酥脆脆的，它是那种咸香可口的，一点都不腻。嗯，这顶上满满的海苔碎，这海苔脑袋闭眼冲，特别香。它的口感就像你吃薯片一样，它顶上还有一层薄薄的芝麻，那个芝麻的香味特别香，而且它是零反式脂肪的，姐妹们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分吃，好薄好酥好脆呀、啊！特别是你们上班上学的，平时没时间做饭的，给它随手放包里，两个真的是好吃又方便。这半夜饿了来一包，真的是好吃又解馋。